TJ 的 property 800块一方尺，有些更高级的公寓甚至可以达到1000块一方尺以上。所以今天跟你介绍的这个公寓只需要706块一方尺，不仅比市场便宜13.31%，而且是这里唯一的新公寓，是可以走入到 Asia Jaya LRT 站的。以前很多人喜欢住在 KL 西区附近，但是随着那里的生活费越来越高，人口越来越拥挤，所以现在很多人搬到了隔壁的 PJ 居住。直到现在 PJ 已经是个非常发达的城市，有超过619000人口，有25所大学，22段地铁站，也有很多的医院、商场、 Office Tower 等等。这里也有很多适合华人口味的美食店、娱乐场所、夜店等等。 PJ 也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城市，大多数人都喜欢居住在这里，尤其是 PJ 的 SS Area。 你呢？你对 PJ 的印象如何？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很容易找到租客、学生、白领，甚至有家庭的，都是你的租客群。以后你也很容易脱售你的房产，因为 PJ 真的不多地可以再起屋子了。走，带看你的房子吧。这就是你的 asset， 包括 quality 的 semi furnish， 还有 smart home system， 这些免费家私方便你出租。 smart home system 也让你容易管理租客，而且还有附送绿色科技，像 rain harvesting system、 solar panel、 water filtration system、 automated waste collection system， 还可以帮你省 maintenance fees 呢。这里有非常多高端的60种 facility， 楼下还有商店，我相信你的租客一定喜欢居住在你的公寓。如刚才所说，这里是全 PJ 最低价的新公寓，只需月供2400，你就拥有770到1100方尺的房子。如果你想在 PJ 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想要比市价更低的，想要走入到 LRT 的，马上点击以下的 link 和我们预约参观 showroom 吧。来过，哎 ，sorry， 可以走。来过，来来来来，走，带去看你房子吧，这样子跳啊？你看现在抓不出来哦。跳出去。